懂什么叫使馆遮吗？懂吗？啊，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？滚蛋！厉害！周末准备出门和家人吃个饭，怎么这么堵啊？逼得白车都掉头了。啊？还是个使馆车。哎，哥们儿，使馆车就能随便停是吗？使馆车就能停在堵在人家门口是吧？使馆车就能堵在门口，人后边都走不了是吧？有你这么停车的吗？停不了车。你停哪儿？这样我告诉你吗？这样我告诉你是吗？是啊。好，等着。使馆车就可以随便停车，他还让我这个告诉他怎么停车啊。来，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说一遍。来，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说一遍。来，你们牛吗？你们不知道怎么停车吗？我告诉你怎么停。来，说呀，随便停是吧？我今天治的就是你。打幺二，我告诉你怎么停车。堵在小区门口。对对对，你太要说，你这是什么行为啊？这个男的拎着大狗先撤了。哎呀，混蛋！你先拍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报公安。就是他的车挡着我车不让我走，然后他就拿着急拍我，等电话等着吧啊！我还真告诉你啊，懂什么叫使馆车吗？懂吗？啊，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？交警、警察都到了，正在处理这个违停问题啊。刚才我报的警。